这个手枪射击啊，要左侧身面向目标啊，以右手的虎口对准靶后方，拇指自然伸直啊，食指第一指节紧贴于扳机上，握住握把，右臂自然水平伸直，左手握右手，对，瞄准目标，这就是基本姿势。嗯，吴大哥，你倒是给我枪呀！嗯、我这练半天。行，我给你枪行，你小心点啊。啊、嗯。哎，对，瞄准目标。嗯。啊，瞄准了啊，手、手别抖、嗯。哎，注意姿势。嗯。啊，握住吧。嗯。这样就可以射击了。你干嘛呀？我不上次说了不让你开枪吗？你这你这又气死我了！你刚才说可以射击了，我是说告诉你的动作，你这我这我看我动作行吗？看看，这回你行啊？对，握住握把啊！看，瞄准目标，手别抖。我没抖。哎，对，好。哎，这个吴大山。司令，太过分了吧！我的女人轮得上你教吗？谁是你的女人？是我让她教的。她的枪法能跟我比吗？我觉得她的枪法应该比你好。咱比试比试。算了，自家兄弟，子弹也不好弄。吴大哥，比一下吧。算了，每人就一颗子弹。来，司令，你真想比啊？好，司令先请。看着。看着呢。算我输了、吴大哥，不行，比一比，不能就这么认输了。你打一枪啊，你看我哥打得多好，打一枪呗，是不是？他不敢。来一枪试试。枪法不错呀、我靠，我觉得打得没你好，打得多好啊，你看，对吧，就知道吃土豆，好不好？我哥打得好了，明白个屁。